台东公园，台南公园，哇，这公园就天空很蓝，漂亮。大家都来骑单车，因为它很大。我们要去琵琶湖，这个是这里最重要的景点，很完美。好，看到这里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哥哥弟弟，还有男朋友，请他带你到这个这么梦幻的琵琶湖台东来玩哦，这样你才可以享受到台东的空气跟美好的一天。 琵琶湖，你看整个环湖一圈。 公园，这是它的到滨海公路的侧门桥，啊，一堆人都骑单车，所以这里很少走路，我们是走路的，看，一条都是骑单车。滨海公园好大一个走廊，那个好像一个密封蜂巢，好大、哦。 太平洋很美吧？哇，来，海啸，来那个慢拍一下，不用快。竹藤子编的料子哦，对，这竹藤子编的。 这个在高铁站有一个餐厅，也是用这种竹藤子编的哦。海岸餐厅，噔噔，来海岸餐厅。
底步道。对，进去门票50元，如果当地居民不用钱，国小以下不用钱。有个健身，让你可以踏到海底里面去散步，看到没？所以这里面可以走路，这样子还蛮不错的，蛮特别的。然后这边就餐厅，大家可以在这里逛海。哦，风很大，还戴帽子，挺辛苦的，还弄了个步道。好了，我们行程现在来到最后的景点——台东大学。台东大学是台东唯一的一间大学，它有得天独厚的环境，有广大的腹地，还有宽广的环境，还有好山好水好棒的环境。所以呢，要如何引诱学生来念书呢？于是他就在图书馆的旁边盖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。那这个呢，网红也非常的喜欢来，学生很喜欢在这里拍照。就是这个图书馆的旁边，他盖了一间美轮美奂的噔噔这个金字塔图书馆，让学生喜欢在这附近徜徉，而且想到了就会到图书馆来读读书吧，哈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没有来过台东大学，那么就跟着姐姐我的脚步来逛逛台东大学咯，看看它的美色，看看它的好山好水好环境咯。这个是销魂嘛，气死打抛，这个是牛肉，这个是绿咖喱啊，那个呢，他这也是绿咖喱，绿咖喱跟我一样啊，你是什么？
你的好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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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呢？好辣，你的会辣，我的不会啦。你要不要吃一下？要吃我。最喜欢吃起司的吗？你想销魂，上面有一个蛋嘛。来吃吃看好不好吃？要吹一下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哦，好销魂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。同时呢，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老公、小孩、朋友，还有同事，一起观看我的影片，来支持我的影片。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会为你拍制哦。那我们下集见咯，拜拜。